等一下，我调个角度。好，等一下啊。我还没弄头发呢，就这样，对，今天就这样，差不多了。你们不要再说我胖了，我求求你们了。我们瘦着呢，别抠，用摁的。痒。你要把身体抠掉。你们是不是看不到？能不能看到？看到，你这样你可以往那边，看不到你往那边挪一点都没事。OK。那现在越看越看不到，是这样。OK。待会儿要拍照，拍完照然后要去现场。莫干山，我忘了是几点了。忘了5:40吧。不。怎么找弄？因为我要拍照，要工作，挣钱。我想问我的发际线有什么问题吗？的确是有点高，但别说了，求求你。我马上就要穿衣服了，他说你帅。嗯，他们说你帅。你帅哪有你帅？他其实心里就是这不把你迷死啊。你个假粉丝，我染过蓝色。可能有点吵啊。他们没事没我吵。对吧？嗯。那挺好看的。等一下啊！
下来，不然说了。我就有点发紫了，就有点这个颜色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但还挺好看的。误打误撞吧，我就补了一下颜色。洗着应该变红。嗯，我补了颜色。OK。嗯。这其实就有点紫色了。哦，的确圆了，我减肥了，这个。哎，那你这手法都不得学过去了？这手法不都被学了吗？学不到，学不到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感觉吧。我快睡着了，那你怎么觉得你睡觉？咱们都是自己人啊，兄弟们，那咱要不就是睡了啊，好不好？咱这关系到这儿了，好不好？睡一个了啊，真不行了，你们自己打会儿扑克呀啥的啊，打会儿啊，自己玩会儿啊。小的先睡了啊！妈，这样显得我脸好长啊。嗯。咋还能玩狼人杀呢？你们玩啊，这房间为你们而开。
完全没发现，快，先弄一点点啊！哇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本来想装一下，没装成，睡着了。哇！怎么会流口水啊？他们应该没看到吧？你干嘛自己说出来？真的？对啊，因为是这很亮，看不出来你流吧？哇塞！我真的是困死我了，是吗？姐，我刚睡着了。你跟谁说话？你跟谁说话呢？哎、你跟谁说话呢？他就是一个人啊，衣服怎么穿一样的？哪有？两个人穿一件蓝色，一件灰的。那？对啊，他是灰的呀、啊。看到你睡着了，还流口水了。哇，我都醉了，真的都看得到啊。看得到啊，我是刚才突然一抬头，怎么不太对劲儿？挂了一串亮晶晶。本来想说闭一会儿，然后闭着睡着了。钢筋特睡觉流口水。不对，他们肯定没发现。他都看到了。明显吗？你说你实话说，明显，我就看到弹幕了。啊，那弹幕看到了，那还不明显？你什么叫明显？你告诉我，弹幕都看到了。等一下，卡图真的不对。我是不是有点不敬业了呀，兄弟？阿妈，我这不应该啊！我刚刚就是闭一会儿，我没想睡觉的。求求了啊！我没那意思啊，兄弟。我就那啥，我刚，哎妈，我就不好意思了啊！我不是不敬业啊，我是那啥，铁子们是这样啊，我是那个，哎妈姐，刚不好意思睡着了。这是陈雪明亲自启动辅导你们是吗？哎，我刚睡着了，咋办呀？我这会被骂吧？说我是有点睡觉。兄弟们，不好意思啊，铁子们啊。给他们理解一下，昨天厂排到很晚了。哎妈，昨天有点晚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刚刚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兄弟啊，我是那个啥，我没想睡觉，我就是那搁那，没憋住呀。我刚才一直就很小心扶他头，然后我突然发现是一串亮晶晶。我就感觉我那个怎么湿啦啦的那个口，就是那个面部，然后就直接就醒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兄弟啊，没憋住啊。不好意思，哎我天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就是，哎我天，不好意思了，不好意思了啊，铁子们，哎呦我，给他弄手机，哎呦我。干啥？你这没放稳呢，这里看不清。对，这里没法看。嗯，对。哎，我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。哎呦我天，立不住了，有点立不住了，有点啊，立不住了。我不睡了，太睡了，多困了。睡会儿就精神了。对。对，就睡。我刚睡多久啊？我吹从开始吹头发，你就差不多睡着了。小五分钟吧。有。哇
完了，这把真给我迷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铁子们啊，铁子们理解你。好湿，出来吹干吧。啊。就这样发吧。我啥时候微博发 vlog？ 好久没发了。我给你剪个发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回去给你们录的。啊？说出来了。他又懒又凶。我还是啊，什么员工啊？特别可爱，最可爱的就是他。他气他说的很气。喝啥？哎呀，喝什么？天哪！咋啦？你还喝美式呢？有糖吗？嗯。有糖吗？没糖。减肥啊！我这么瘦，我减什么？家人们啊，必须对自己有个清晰的认知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看看减肥，他脸最近越来越圆。笑死！我可不。他上一场巡演的图你们看到没有，跟小包子似的，那个脸肉都变宽了点点。哎，热搜啊，这不好的这种东西，这就不会上热搜吧？这种东西。上热搜。说睡觉。嗯，但是在直播睡觉。别了吧，哥哥啊，别了啊。嗯。这玩意儿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这是，别整了。嗯。整吧，挺可爱。我为啥这么白？很白。因为这儿有光啊。怎么在大家嘴里变成一个想上热搜？我们不想，我们不想，我们不想。你们咋想？我们一点都不想。整点好的行不行？别整些有的没的，挺尴尬的。说实话，有时候看到自己。你想想，我上次说是画你流口水的图，哇塞，那很厉害，封神了，真的，封神，封神。今天莫干山吗？不是，后几年，再过个四五年，莫干山。你是太不关注我了呀，哥哥啊，兄弟啊。
过几年，过几年那个莫干山，今天不莫干山，今天那个有干山，今天有干山，不是莫干山，虚干山今天。再过两年莫干山。对，莫失山，今天莫失山。多不关注我呀，这是。怎么又卧蚕比眼睛大？我已经加大了呀，这眼睛。眼睛小多小？眼睛哪小的呢？眼睛不小，巨大。这痘痘呀，也不知道谁遮的，遮不明白呀。那是被你口水冲走的。我没有，口水明明流的是这边，我自己不能感觉到吗？气死我了！我能感觉到的。人在睡着的时候是有意识的，是吗？我刚刚还是，还有你一直在掰我，对不对？你就故意流口水的时候，睡着的时候是有意识的。我刚刚真的是有意识的呀。那你为什么？但我不知道怎么流出来的呀。我是突然一抬头，感觉你嘴巴一串亮晶晶，赶紧把你叫醒。不是我说的有意识，是我知道我的那个水是往哪流的。肯定啊，那是有湿度的呀。你以为我想流水啊？流口水是什么好事儿吗？他说我有肿，不肿，是我们肿，生气啦。什么叫我反省一下，我为什么要流口水？那流口水这玩意儿是能控制的吗？我要是能控制我流口水，我家枕头也不会那么湿。每天都得洗。我家枕头每天都得洗，烦人的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张着嘴巴睡觉，睡着睡着就张着嘴巴了。是吗？张嘴巴睡觉不好，其实。口呼吸吗？烦人，老烦人了。你才水娃呢，要我也是七娃。哦，张嘴睡觉会凸嘴啊，怪不得我嘴这么凸呢。对，口呼吸会嘴凸。那我下次就趴着睡觉。没有，有一个可以贴着嘴巴睡觉的，但是刚开始会很不习惯，你想试试吗？好像有，我知道那个东西，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你闭上嘴巴睡觉啊。行，我下次买一个那个。我现在戴口罩睡觉也，哎，不行。你戴口罩，你口罩里面嘴巴流成怎样，你自己也。不行。这掩耳盗铃。不行。口罩不能乱那个，大家。但是我是觉得，想个办法。我得带一个，我拿针把自己的嘴巴缝起来，好疼。你还真正经的在回答这个问题，大哥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的天哪，他好认真啊，他真的好认真，你发现了吗？哦，趴着睡觉对气管不好。来，哎，美食真的很好喝。
只有我这种啊，内心如此之煎熬的人才能喝得懂冰美式啊。小朋友都不喝冰美式。真的吗？是啊。所以啊，你是小朋友，像我这种大孩子长大了需要喝冰美式了。先别烫到额头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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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烫。我还没夹，我还没夹呢。不好意思，接着演。我哎，我你这样讲，我真的烫到你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烫到你。哇，我这次真的烫到了。我的手，我的手。哎呀！我现在长得很像一个那个什么，很像那个九十年代。的一个人，对，我也忘了叫什么了。九十年代的谁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难道大家也算呀？哦。跟天空一样啊，好吗？我努力。快点上课去，上课去。啊！追求你的什么万岁？赶紧帮我把那个皮蛋拿过来。在你那？没有，拿过来。掉下去了。那个银色的袋子。对啊，在哪儿？这里。哎。我那天啊，刷视频，看到一个视频，是张碧晨老师说，就是他嗓子不舒服的时候，吃一个皮蛋的那个蛋黄就好了，然后。我前天试了一下，哇塞，真的很好哎，就真的很有用，所以我表演吃蛋黄，也不是表演，就是为了我自己，就咱们就来了，前面还是放上去，放不住了呀，放别的，很奇怪。对啊，我刷到张碧晨老师那个了，我不知道你们刷到没有，感觉那个好像真的很好用。你坐直接起来，我先把这个好了。你坐直接起来，就先别往后看。但我觉得还挺好吃的，其实，真的。我真的觉得挺好吃的。啊，你们不觉得好吃吗？皮蛋的味道，有的人喜欢，有的人不喜欢。是。我不是高露点，是我现在还没做头发。好吗？谢谢。啊，皮蛋没有蛋黄吗？你们，是我的认知有问题，还是他的？你播一下给他们看一下。打开那个不是蛋黄吗？那个就是蛋黄吧。是什么？把那个人吃下。对啊，不然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
就哪里没有蛋黄啊，对不对？那那个叫什么？你告诉我可以。对，那个叫。我学习一下叫什么？我也没有吃。那个叫蛋黄叫什么？放心，我的蛋白呢，是由我的工作人员吃。对的，因为陈库女士会把蛋白吃掉。陈坚女士会吃，她就喜欢，很喜欢吃。是的。哇。你这个没有播完整。没事。好了，你对嘴了，那个陈库女士吃不了了。哦，那个你蛋白得把它吃掉了。那蛋白也好吃。嗯。蛋黄配美式，很酷啊！现在是我们好恐怖啊！好恐怖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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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家俊干嘛？葡萄一个不吃呀，那我就拿走了。毕竟这是我们都还没吃到呢，你就拿走了。啊，那个爸妈过来了已经。嗯。然后我让七巧把卡给他们，先到你房间啊。好。说一下，那我再先回去了。我今天吃完了都快。我把衣服给你。好像我感觉我做这个事就不太就好像挺正常的感觉，挺和谐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回事呢？一整个很顺理成章啊，还挺违和。哪违和的？感觉是像平时你在干的事情，这就是违和的，是不是？就违和，真的是。我看一下刘海，这场直播怎么做了这么多奇怪的事儿？你什么时候没有在做奇怪的事？哎，我弄个刘海，弄个海，转过来一点点。对 ，OK， 看到。哎，妈呀，这谁呀？这么帅气、啊！哎呀，是我是我。别动了，别烫到了、啊。嗯。这发际线，哎妈！搞得我都不认识这个人是谁。反正是个帅哥。这我昨晚吃的。这是谁？哎，他昨晚偷吃螺蛳粉嘞。我没有偷吃螺蛳粉，我是光明正大的吃螺蛳粉，谢谢。就自己给自己叫了，不好意思，你们都没吃到啊、哦！你昨天又不在，在吗？你在吗？我在呀、啊，我一直在，我一直在。不知道是谁跑了，跑路了。跑路谁？看镜子 OK， 这高吗？我觉得还好。不，你们别不用看刘海，这里高吗？我感觉有点点高。来，家人们看一下，高吗？我跟你说，真的。大家啊，跟那天是不是完全不一样？跟那个天空音乐会那个，这还挺好看的呀。但我真的忘了那天怎么做的了。
真的假的？你忘了？真的？还逗你的了。哥，你把手机给我一下，我看一下那天的。你们别说还好，他真的会觉得还好的。不行。真的觉得还好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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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大家可以试一下那个蛋黄，就是皮蛋配美式，好像还可以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还可以，真的还可以。发型吧，跟那天吧，就是不能说是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是毫不关系啊。但凡沾一点边儿，我都觉得有点奇怪。这是带多大的情绪在做这款头发呢？你要不要打扫一下嘞？不要的了，谢谢了。啊？不要的了。不要了是吧？对啊。谢谢。对啊，拜拜啊。拜拜。栓 Q 了啊，姐。嗯呐，爱你啊！哎妈，我也跟人不熟，反正真的是不熟。我只是我第一次来这个酒店。OK 了，可以换衣服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自己看看这头发行吗？他觉得头发奇怪，哪奇怪了？我是觉得特别的帅气。咱不会说话就离开，好吗？离开。他觉得自己。这样不好看，可能是不是因为衣服得换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它的细节就是得让自己调。嗯，发型大师。不是，你根本就没有。不是我就是。你是能看出来的，我告诉你。不能每一次都让我这个编外人员。我想奴婢才疏浅薄，看不出来的。哇塞，不是这个，你看那个胶卷儿。这个，你看那个卷儿，这个是卷的吗？对，这个是我。直接找卷儿。这是卷儿啊。这就是我。哇塞，完全不一样，好吗？就是两个头。两个头，那你觉得这样好不好看？我觉得挺帅气的。你赶紧走开吧，你的审美就是。我就觉得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审美，懂吗？时尚界吗？再见吧。没事，还有时间，慢慢来。你那个土界，请你离开吧，再见。我时尚界。来。你先签完，咱们先看大型哈，细节法不看法丝，法丝可以调。啊，对对对，你看啊，这怎么就没有拍的正面的呢？这个人会不会拍照啊？这个人，那张已经算很正面的，这是侧面吗？不对，我那个手机里面有一个。你哪个手机？我自己手机。你们等我一下，卡一下子啊，兄弟们，铁子们，卡一下，卡一下啊，卡一下啊。卡一下，卡一下，卡一下，三二一，卡一下啊，卡一下啊，卡一下，卡一下，卡一下，三二一。自己细看一看啊，这个整体啊，现在是这样，你看啊，你看，我看，怎么看？我看，对，停，好，停，你看，完全不一样，就是，你正，来，是不是完全不一样？你正，来，不行，我得侧一点点，侧一点，你看这个整个就是完全不一样，跟这个。不一样在哪？真的完全不一样，这个地方肯定得压低一点吧，对吧？然后后面全都往后走了，是吧？嗯，对吧？嗯，然后纹理感就重一点了，是吧？纹理还没做，纹理还没做。然后对，这边肯定要拉上来，嗯，这边往下撇吧，嗯，是吧？嗯，是这样子吧？没问题吧？那大型儿，你先看大型儿，主要是你看大型儿，细节纹理。我差点我内裤露。别，不是，那刚刚差点露出来。他们说我怪物，怪你大，给我事儿多。他不事儿多，他不事儿多。这个他这个没有哈，家人们。我是很喜欢他给自己提这些方面的要求的。有的时候会小作一下，但是可以原谅的。小作，听到吗？小朋友。小作。对。我只是小作。
说明 BB 的很专业啊！不行，你们不要再乱给我评论了，这种东西我是不能回复的，懂吗？就是乱那个，懂吗？你们懂吗？就是不要再给我那个了。你们不要陷害他。对，别陷害我，就是。OK， 不要。跟我们去里面做头发吧。里面？厕所里。为啥？我觉得厕所里做的好一点。有什么区别？我感觉你要看手感跟看地方。哦哦 ，BB 是宝宝的意思是吧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现在是一个长形长方形，但是那一天啊，你看完全不一样，你看真的，真的放大了这个保存下来。对，放大。啊，嗯，你看啊，那天细节呢，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你看，它是一个这样子，但是今天呢？是这样子的，你觉得这里太高了是吗？就是我太这里太高了，你看，就你这样子看，你就能感觉到这样是哪里有问题？就是这样子，这里要出来点。你那个黑色，我都看。对，然后你看啊，来，在哪里？去哪儿？对，清晰点。对，你看是这样啊，是这样。你看这个地方哈、啊，你看这个地方，首先后面是没有那么的那个往后。我很想把照片发你们看，真的，一模一样，我不知道大家不觉得。看。是不是完全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吧，是吧？能get到吗？是吧？然后你看啊，首先你看，就是这个地方得起来一点。好。然后这个地方往下压。好。然后这边往后走。好。机械的往后走。纹理还没走。对，往后走。对，往后走。然后这边也是往后走，就都往后走。好。对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往下压一点，就是拉起来一点啊。好，这个地方肯定要是蓬一点的。然后这后面的给它收一下子，对吧？然后好，差不多啊，就大概这个意思。对，懂了吗？哇哦！明白了吗？帮你来。明白了吗。然后。我先弄后面，来，怎么一步一步来？对，它是就是你看阿总，对吧？懂，哇哦，怎么这么厉害？真是好端正。是，对，这里要拉下去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是那个意思，对。对，所以不是我不给他高颅顶，我是他自己不要高颅顶哦。我跟你说，那天跟他吵架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俩吵架，然后我俩真的吵架，我跟他好久没吵架了，然后吵了架之后啊，我感觉啊，这个人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哇塞，那个做的简直就是，哇，就是真的完全。我的天哪！我就真的是绝了，真的。是这么凶的人吗？我会跟你吵架吗？他真的跟我吵架那天，因为我太欠了，然后他就真的就是做的就是我真的是，我当时我跟你说，我本来啊，因为我当时就生气了，我就进房间，然后我坐在那边就你爱怎么样随便你。然后他就坐，然后我本来还想生气的，一抬头，哎，这谁啊？就有点帅，然后我就发现他就不生气了，对，没什么话可说，我折服了。那天真的帅啊，那天。今天跟那天其实真的差不多。真的完全不一样。哦，这边你看，这个地方有点收的太平了。这里再凸出来点嘛，好。别，你别戳，我拿夹子夹。算了，要不这样吧，好吧。嗯、你说。你先做、嗯。你先全部弄完、嗯。然后我们再调整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。我感觉我不叨叨会好一点。你不叨叨，我能做得快一点。哎，他，你们怎么知道他叫谢家俊啊？刚才有人喊我了。为什么？陈库喊我啊。哦。还有陈明。哦。
你要夹子对不对？不用这个，不用拿。哦，你微博名叫谢家俊啊？微博名字叫家俊。别说话。对，你在看什么？我现在没有看，我就是在冥想。好，我看看评论啥的吧。好，你能不能聊天？咱们唠会儿啊，兄弟。哇塞，说我耍大牌。他不耍大牌，我们只是正常探讨。嗯。这头发起码增高五厘米，哎呀，你是片面了啊！十厘米，十厘米。怎么还有个人叫张新特吃饭了吗？这名字模仿我干啥呀？别模仿我啊！我跟你说。你在说什么？有些话我听不懂。脖子涂点，我懂，我懂。别说了啊，烦人，天天闹心，是不是闹心啊？嗯。做个头发还挺无聊的，你有事儿吗？噔噔，给我弄看一下那个脖儿，脖儿，脖儿，脖儿。B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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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行，你才卡粉呢，这不好看吗？哎哎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不带这样的。别给我那个啊！嗯，哎呀妈，你看多帅，这小孩长得，小孩是很帅。哎呀妈，这小孩长得真的是。多了点。突然发现心中最美的叛逆，你却笑着。是，我不是左手签名啊，我是右手。我在梦里。哎呦我天哪，兄弟们呐！哎，说真的，皮蛋配美食真的还不错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你看我现在嗓子亮了一点，对不对？不像刚刚的，这样子的，对吧？是吧？我耳朵红，这样，尽量这样，耳朵。好想动啊！啊，动啥？动头发呀？对，这你厉害。你咋没耳洞？我应该有个耳洞啊！我不想打耳洞。
我不立这个 flag， 但是我现在是，我不会说就是一定不会，但是我现在真的不想打那个，我不想打，我觉得打了那个有点，我第一是怕疼，第二是感觉我不太适合打耳洞吧，对吧？我就先不打了，我不打，我不打，不打，我就不打了。我不打，我不打，先不打。你却笑着坐在我对面，看着你清澈眸眼。哥，能用你的手机发个在那个放个歌吗？可以啊。当然可以，随便放。放一个什么呢？来一首。没有人懂我的心，你是哪位？橘子汽水好听吗？嘿嘿。还没得很，因为外面可能要下雨。啊，又要下雨了。所以就是因为摄影师现在外面已经找到景了，就是等我们。我先换衣服。没有，你衣服好换。我跟病同叫，就是三个不要穿衣服。哇，偷吃哦！刚才他不就说我昨晚吃了吗？偷吃薯片了啊！
哎，他不能走，你要接他皮。我也没想到长高了，而且我还没穿拖鞋。啊，那鞋都没穿的时候那么高，好，坐下来。哎，我是不是一夜穿了？那也是，有点不太可能。就这边一片全部浪费，啊，这边。那太，前面这么薄吗？对，上次就那么薄了。我今天忘了上次前面是多厚了。就是不用太多，就是少一点也可以。好，就是。这一次几根留下来？对。可以叫。咱们先大概走个形，然后，就是这层。先走这边啊，这边有点太少了，好像。这里是吗？可能也是太弯了。这个因为有些长，有些短头发。不对，没通。啊，没事，可以戴。Every day seems like I've been losing my mind.哦，今天播很久哎。对啊，一个小时多了。一直在播。对，我画完我就要走了，就直接下了。画完就回来。可这边有点多，好像再回来一点，然后一点点就好。对，这根吗？继续回来一点点，就是让前面不要太薄，然后就差不多就行了。算了，先弄吧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弄，弄坏了点。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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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戴。对，它这条裤子刚好。嗯。就是把皮衣拿过来就行了。这边现在我感觉有点顺，就是我想要的，跟上次一样的是，就是一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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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。谁说穿皮衣了？什么时候穿皮衣了？没有人说穿皮衣吧？嗯，夹克，夹克，夹克。我那件呢？我要借下你的那个啥？剪刀。剪刀在台子上面，你自己拿。哥，就这边，我不想让它顺下来。嗯。我就可以往后走，这些都往后走，就是这些。啊，对啊。顺的这些，就前面那。片开始。对。差不多吧。就往后的那些，对对，让它往后正常往后走。就纹理干重一点，是不是现在看上一坨？造型师微博，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叫家俊。家是那个，家是。大家可能找我，他们家给我发一些，发一些要求。
就说不上来的，有点不太对劲。不对劲哪，宝贝儿？你说不上来。来，我给你看那张图。对对对。你看那张图你就知道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嗯，我比较喜欢我自己那个。会顺一 点。我喜欢我自己那个。反正就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不是他的问题。因为上次没有按照那个做的。没有，最后没有按照那个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来，从侧面猜，先对比一下。对，从侧面先对比一下，因为它的侧面是这样子的，你记得侧面是这样，对，侧面是这样子的。嗯、然后我觉得哪有问题，那么就慢调，这样最终找出问题。然后、哦、那天头发已经就是给我甩的有点起来了，是吧？甩起来？我甩的有点那个了。不然、啊、这次怎么刚出发的时候，其实还好，就主要就是你就看，你都觉得哪几个点、啊？这里可以让它圆一点。后脑勺吗？对对对。后脑勺现在非常圆哦。你看，就是这里吗？对。要我拍你看一下吗？我感觉也差不多，抽抽，有太大的区别吗？你上次跟我说的是这里不要太高，所以这一次我把这一片降下来了，就这一片没有特别高，因为上次这一片特别高，好像没有什么区别。嗯。哦，他的刘海会飞开一点，这个刘海很贴你的脸。啊，对对，差不多。嗯、对。然后还有什么问题、啊？哎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。好，我先把刘海处理了，你先继续看问题，好吗？好来，你自己。哦，对，我要戴那个眼镜。抓就下来了。我今天要戴眼镜啊。啊？我今天要戴眼镜。戴眼镜。嗯。美瞳还是眼镜？还要戴眼镜。嗯，你的那个黑色眼镜啊。嗯。可以。他的眼镜呢？啊？你眼镜呢？眼镜呢？对啊，我忘了。你说的是黑色那个吧？对啊。你那个特别学生气那个应该就不在了。另外一个呢？另外一个你的那个黑色镜子。我忘了在哪了。你又容易下来了，你还在往后走呢。那就让他怎么说怎么说。哦，这边下来一点点就好了。这边下来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转这样，这样。对，就这样。然后，这个再往后面一点一点。哦，这里把它收一下。好。对，然后再起来一点点就好。你够高了，打你啊！起来一点点就好了。这样，啊，这样，这样。哦，你看，就是这一根的原因。你看这一小根。好了，这个我给跳起来是吧？是不是？你看这一小根就直接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就神了。是不是？不是这一根。对，你看，然后它再起来几小，直接不一样。你看，你完全不懂。家人们，给我评评理啊！给我评评理。然后前面再让它那个好，对对对对，先把这次这根喷上先。我教你们一下一些技巧啊，偷学一下。就前面片的再稍微那个一点啊。好。前面太贴了，贴着也难受。后面怎么长的这么快？我刚剪的。你头发就长很快啊，对吧？头发就是长很快，一天一个长度的人。是啊。嗯。为什么？
不戴眼镜吗？你不让我戴眼镜。想戴就戴，不想戴怎么戴？想戴。想戴就戴。找一下，找不到，找不到呗，找不到不戴了。一会儿得找一个，对，家人们，这样把这一片先放着，然后先弄前面的。好了，嗨，然后再拉下来。不对，我那天说的你记得吗？就是用力喷，不要让它。我知道，千万不能用。没有，要换另外一个胶，换干一点的胶喷好。这个胶有点湿，不能喷到。哎，哥，我那个手贱，把这边弄一片一坨了，你把它弄片。你也当手机啊？消息要几点了吗？好了，马上好。三点啊？那个谢老师在。好了，下播了。好，下播了。OK。还不下播？哦，对，那个南京站，大家一定要就是可以支持一下，大家支持一下南京站啊！为什么不戴黑框眼镜啊？因为你每次就是你的妆容是特别完美，当然你戴黑框眼镜，平时看好看，但是灯光一打的时候，就是那种黑影子，就会很难弄掉，就不能体现你这个完美的帅。你的帅稍微有一点点消失了下来。这个嘴是磨了蜜了吗？不是，因为是在直播。可是前面还是有点贴，我很难受。还是贴是吗？会扎到眼睛。那就把前面那个弯往里走。为什么刘海长这么快？才两天。我也不知道。但我觉得这样我挺喜欢的。这个刘海是吗？啊。那我怕你，你不是怕扎眼睛吗？扎眼睛就没办法呀。要不里面再高一点点。嗯，里面很高了是吧？里面已经很高了，这里面已经可以放下手指了。这样好点吗？行，会好一点。上面这几片再把它弄一下就好了，我就完了，我觉得可以了已经。坐好。又碰到我的头发了。嗯，哦，Hello， 真有，哎呦，我在直播。直播是吗？啊，他们就是说让我来给你个惊喜。哟，故意拖 ，Hello， 故意拖着的。石老师，哎呦啊，天哪！我们没见过吧？哦，对对第一次见面吧？对，第一次见面。哇塞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就刚到了，就刚到了。哇塞，给我吓一跳！你不是待会演吗？对啊，你待会去看演出。行啊，可以啊。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弄完啊。嗯。马上！我的天，给我吓一跳你！对啊，因为就想给你个惊喜。是吧？嗯、哎呀，惊喜到了！我临上电梯的时候，我都特别紧张。你紧张啥？你见我有什么？我真的特别社恐。没关系，这哎妈，这有啥？咱俩这我知道，这关系都到位了都，啊，没事儿。蛋哥呢？嗯，蛋哥呢？哦，我问他了，啊，他好像就是说他有点，可能有点忙，来不了，他肯定来不了。真的？对。没事儿，我已经见过他了，就没事儿。对，本来这次应该是第一次见面，但他上次不是去了吗？我就见到他了。你好，去现场吗？对，去。真的？去看你。拿捏了兄弟、啊、给你打车。哎呀，对啊，十一啊，我们
迟疑，迟疑是明天的，对吧？哦，对，我是明天的。那 ，Hello， 各位，我是迟疑 ，Hello。真的真的很社恐，真的很社恐，真的很社恐。救命了！还是拍那个你吧，帅气的脸。别了，我马上就好了啊。哦，你也是第一场对吧？第一场音乐节是，哇塞，我也是，我是特别紧张。你知道我昨天彩排，我都已经快崩溃了，都已经就感觉就你知道那个舞台它就很恐怖，很大，巨大，我都快那个了，我都吓死了已经。昨天有些人紧张，哇塞，而且应该台下很多人，将近20000吧，这么多人啊，应该有20000。一万五肯定有，我觉得应该。一万多应该。真的假的？嗯，应该有。场地很大。是的。我感觉我唱都会抖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已经抖了，巨恐怖，我真的，我都吓死了。哇，好多人，我现在已经开始紧张了。我已经，哎，你还好，你是第二天。第二天。行，那我就先下播了啊。我跟迟疑唠嗑了，他社恐。对，社恐你多陪他。拜拜了啊，铁子们，拜拜。我就，拜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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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天看他吧，好吗？然后今天看我。